对于退役军人来说，虽已脱下军装，但从未忘记若有战，召必回的誓言。您看，这是山东烟台7名退役老兵在第一时间写下的抗疫请战书，申请到疫情最前线。他们的平均年龄49岁，这是一支全部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防疫突击队。 每天背着30-40斤的装备，到指定地点义务防疫消杀作业。